九五四八的终极调查，战况升温，如临大敌。哎呦！我先追击前面失控，风驰电掣，即刻暴走。到了呀！一中了呀！三六台湾台29频道，周日晚上10点，宝岛元旦，挺进鬼哭神嚎的极地战场，感受疯狂暴现的长板拉力，展开一场惊心动魄、让人始料未及的降魔启示录。